калина пиє похилилася, пиє чогось наша славна Україна, пиє зажурилася. А ми тою чарівну калину піймемо, а ми гой нашу славну Україну, ей-гей, розвеселимо. Славну Україну, ей-гей, розвеселимо. Тим марширують наші добровольці, пию кривавий дан. Пию визволяти братів українців із ворожих кайдан. А ми наші братів українців зули, славну Україну, ей-гей, розвеселимо. Ми, ой, наші браті українці, визволимо. А ми, ой, нашу славну Україну, ей-гей, розвеселимо. Винихлися червона калина, виймаєш білий цвіт. Журися, славна Україна, виймаєш вільний рід. А ми тою червону калину підіймемо, а ми, ой, нашу славну Україну, ей-гей, розвеселимо. А ми тою червону калину підіймемо, а ми, що славну Україну розвеселимо.
та й прославить по всій Україні січових стрільців. Крізь ящик по ящику краще видно. Але якщо є вір, то вистачить сил. На фронті, в Мелітополі, в бою, в інтернеті. Знаєш, якщо випаде ядерний пил, це буде останній сніг на планеті. Вони можуть розбомбити щастя, вони можуть розстріляти мрію, але вбити волю їм не вдасться. Кожен буде жати, що посіяв. Вони можуть розбомбити щастя, вони можуть розстріляти мрію, але вбити волю їм не вдасться. Кожен буде жати, що посіяв. Кожен буде посіяв, кожен буде жати, що посіяв, кожен буде жати, що посіяв, кожен буде жати, що посіяв.
谢谢 Coxie 以及所有为这个刚才很漂亮的这个视频做贡献的所有的人。如果您刚才没看到的话，我们的网站上也会发布。非常热烈的欢迎各位，我的名字叫这个 Catherine Cox。我呢，开始之前，如果你们还没有的话，请选择你们的语言。屏幕上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地球的那个图标。英语是第一语言的话，如果你们想听乌克兰语到英语的翻译啊，请选择正确的语言。非常欢迎这个我们的乌克兰的同事们的参加。今天我们与你们在一起。我们如今已经在这个乌克兰已经有10000多位死亡的这个战亡的乌克兰人，20000多，很多小孩子都失踪了，成千上万的这个被绑架。那么，所以美国官方认为，双方在俄乌战争开始之前到现在已经有50多万人。这些乌克兰人民他们所承受的这些损失和悲痛是前所未有的。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的乌克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同事以及世界各地同事。我知道我的同事从我这个同事与这个在那边做支援的同事跟我讲了一些情况。你们可能也知道，我们很多的同事正在非常这个努力的在工作面临重重的挑战。我也欢迎今天在座的其他的所有人，你们来为我们提供支持。我们自己也有悲伤，现在非常荣幸的欢迎 Nomfundo Alisa 来自南非，今天这场会研讨会由他主持，他今天已经花了30分钟来这个为此场这个晚会做一些准备工作。非常感谢他们为了保持正这个晚会的安全，使得每个人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下分享我们的悲伤，非常感谢他们。那么他今天克服了重重困难这是这个南非的这个近几个月来一直有这个断电的情况今天他克服了重重的困难还是来到了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但是我这也是其实给大家有一个思想准备他这个也许随时会从这场会上消失。那么但是呢，我们今天呢也做了这个另一套这个这个准备。那么 Nomfundo 也许现场今天会给我们讲话，也许无法讲话。 David他们 David 也是在这个非常艰难的地方和情况下做了很多的这些创伤悲痛支持方面的工作。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欢迎 Nomfundo 来给我们讲几句。那奋斗，请您接过话筒好吗？好的，这个电脑现在还没有完全开哦，好像开了。哇，有人在这里帮我忙
我现在归我讲好吗？可能你们看不到我。行，就放这个录音好吗？各位好，非常欢迎来到今天的网络研讨会。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乌克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同事，以及世界各地的同事。这个世界正在摇摇之最，摇欲坠之际啊，我向各位这个致以问候。当我点燃这支蜡烛和熏香时，我邀请在座的所有人静默30秒钟。这是欢迎我们的祖先的举动，包括荣格的祖先、天使和来自整个宇宙的精神向导。在整个网络研讨会期间，我祈求祖先们赐予这个空间神圣治愈的恩典，因此我们的伤痛、绝望和对生命的任何怀疑都会得到很好的节制。请准备好任何特别的愿望，让您的灵魂终生保持光明、平静、喜悦。无论您经历了什么障碍，让无限的智慧赐予我们治愈的力量。非常感谢你们许下的愿望。那么，我要对今天的组织者发言人团队表示赞赏和感谢。在今天的网络研讨会上，我们会请到2位演讲人，他们会与我们分享各种处理悲伤、失落、绝望以及所有与创伤相关的情感、精神、身体和社会困扰的技巧，这些技巧包括故事、童话、歌曲等等。你们可以找出哪种方式更适合您。我们还会安排时间给大家提问、评论和做解答，请在聊天中写下您的评论。我们会尽力监督所有的评论，并且留出回复的时间。在问答环节，我们还会提供举手功能。接下来，我请大家默哀1分钟，缅怀所有那些在乌克兰、以色列、巴勒斯坦和世界各地遭受绑架、性侵犯、伤害、流离失所和许多创伤事件的人们，
我是来自南非的，Nomfundo Melissa，今天会议的主持人。1994年，我们在近400年后迎来了第一个民主国家。我认为我们过上了我们自以为的自由生活，和平和欢乐。但是我们经历了各种这个情况啊，包括殖民化、种族隔离。班图斯坦制度，所有这些都带有不同的敌意。是的，敌人设法夺走了我们的一切，包括失去真正的自我、身份、土地和文化。最糟糕的是，我们只能彼此仇恨。乌班图将我们所有人连为一体的强大纤维已经不复存在。即使在今天，我们仍在努力修补这一破坏的碎片，在我们非洲人中间，我们今天站在这里，就像过去和现在一样受伤。然而，我的心愿意支持任何人，因为。我感受到了这种痛苦、损失、愤怒和忧虑。我分享我的故事，是想让大家明白，在我们的生活中，痛苦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的，它以各种方式出现，但痛苦就是痛苦。今天，我站在这里。作为一个受伤的治愈者，不顾自己身上深深的伤口来治愈他人。在过去的2个月，也就是9月和10月，我突然失去了3个人：我姐姐的儿子自杀身亡，我哥哥的儿子因突发疾病在医院去世，只住了3天，医院就去世了。然后就在10月21日，我在教堂安葬了我的得力助手，一位敬业的执事。这些死亡给我留下了负罪感和深深的痛苦。作为一名治疗师和心理治疗师，我觉得自己本可以做些什么来拯救他们的，可是。传统告诉我，宇宙总是在控制着一切，某些事情被我们的直觉技能隐藏起来，是有目的的。我们要接受我们无法改变的事情。我们被鼓励总是从积极的一面看待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事情。我决定以积极的态度看待最近发生的这些不幸。他们让我比以前更加坚强，因此我才有了今天。在这样的时刻，我总会想起一首歌中的歌词。在这样的时刻，我抬起头，我抬起眼，我抬起手，我向你跪下，唱着。我爱你，主啊，我爱你。亲爱的朋友们，站起来，我们重拾这些话语，让他们重新唤醒你的原型自我、灵魂和直觉，重新获得力量，重新平静的生活，试着接受你无法改变的一切，重新。获得力量，战胜现在所感受到的痛苦、愤怒、失落和绝望，这是您与生俱来的权利。让我为你们注入更多积极的力量。请大家有空时读一读这首诗歌啊，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那首震撼人心的诗歌《轻骑兵的冲锋》。这首诗的灵感来自于英国军事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关注它积极的一面。
六百名士兵骑着战马奔赴战场，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可能再也回不来了。战斗是为了和平，为了保护属于他们的东西，有些人牺牲了，但有些人活了下来。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和你今天的你们一样，在很多方面都受了伤，包括伤口、情感等等，让他们的生存精神触动你，激发你的积极热情，为你的痊愈、平静和喜悦而战，这样你才能继续悲伤并且有意义的应对。不要让你心中的火焰停止燃烧，记住今天在这里为你点燃的蜡烛和香，让那盏灯一直亮着。我们全世界的祖先，包括荣格的精神，今天也在这里。以前所谓有的坚定信念和希望拥抱他们的灵魂。你们的生存是有原因和目的的，拥抱你的生存。现在请允许我欢迎今天网络研讨会上尊敬的发言人和小组成员，我向大家介绍维雷纳·卡斯特和阿尔加·卡西亚宁格。维雷纳·卡斯特来自苏黎世，他是一名教授，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师，曾在这个创伤以及处理方面从事教学指导工作，还撰写了大量的相关著作。他通过这个童话故事、象征主义、想象关系和哀悼过程等手段，为您提供许多应对悲伤的有用工具。来自 Kiev 的 Olga， 他也是一名这个心理学家，他是荣格分析师，拥有丰富的儿童和成人工作经验，并且领导着婴儿观察小组。他通过艺术、这个艺术、音乐、诗人这个诗歌来处理悲伤。在缺乏与言语的情况下，这些都是强有力的形象和象征。和我一起欢迎奥嘎嘎西亚宁可为我们治疗。交给你，话筒交给你了，奥嘎。哦，好，刚才有一些技术问题，我们现在进到了这个，在这个我们现在今天呢，我就想告诉大家一些故事啊，我这个我的这个客户也给我这个权利，让我可以分享一些故事。那么有时候一个故事接下一个故事，又接下一个故事。我希望有一些故事呢，也会就是你们也会想起一些故事。今天你们也会有机会，待会一起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我们能够就是听故事和讲故事，使得呢我们能够很学会这个控制我们的悲伤。我们有选择在面对悲伤的时候。
它可以让我们呢，这个更加的，这些故事呢，有不同的故事，故事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种选择，重新与自己建立联系，在这个自我调节、共同调节的过程中，这些不同的故事帮助不同的我们，反过来，它也帮助我们感受到这种选择，重新建立与自我的联系。讲述和聆听故事有助于我们与自己内心的他人相遇，舒缓激发我们的情绪，从而促进自我调节与他人的共同调节。这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过程，因为通常客户在给我们讲故事，我们也在努力倾听他们的故事。然后2022年夏天，我在德国经历失去家园和母亲去世的痛苦时，我接到了参与翻译，这个维雷纳卡斯特文章的邀请。自然，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1年半之后啊，我有机会一起主持一场研讨会，且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非常的这个沮丧，找不到出路。原因可能是我的关系自我相当发达，自我的这个个体自我则不同，与关系自我的联系变得越来越薄弱。正是这种恢复与自我联系的愿望，促使我同意参加与乌克兰荣格派项目。这个由于原型象征研究档案提出了关于分享这个象征的可能性的倡议，我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一个又一个图像，这些图像出现在集体领域的战争中。这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荣格的天才想法。如果你缺乏语言，图像就可以来帮助你。我想大多数乌克兰人都非常了解这些图像。在战争中遇到的这些特殊的图像，成为我过去无忧无虑生活的告别和悲伤的象征。因为对不朽的幻想，对于我来说是与失去和悲伤联系在一起。今天我想与你们分享的悲伤，希望你们也有机会分享你们的悲伤，与我们所有人分享。因为，这个我在，在。今天我想与你们一起分享我的悲伤。我们是在一起的。首先，我想，我在这个奥地利学习小组分析时，有一位来自德国的女小组分析师，她成了我的象征性母亲，她喜欢穿不同的披肩。从那以后，我也开始喜欢戴披肩了。我也拥有很多披肩。当我从战场逃到德国时，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留在了家里。春天的时候，我没办法再打理这些披肩了，很多披肩都被这个蛀虫吃掉了，几乎所有我最喜欢的披肩都被吃掉了。当我回来发现这一切时，我非常难过。有些洞呢，我修补了或隐藏起来，但我不可能这个都这么做。我继续穿着一些有洞的披肩，这就像一个人带着这个损失继续生活。然后呢，在经历悲伤的这个创伤之后，一个人的灵魂中也会留下像我的披肩上一样的洞。当一个人进入这种空洞的地方时，就像死了一样。就像我的客户与我分享的故事中，婴儿床里的那只猫一样，那只被独自留在家中的猫，因为悲伤和孤独，死在了孩子的摇篮里。战争初期，我们听说过很多这样的故事：人们拒绝离开他们的宠物，不带宠物离开的故事，这个很多啊。也有时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有人们在慌乱中离开，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带上他们的宠物。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在网上找到的图片它只是一幅画，很难想象一只猫怎么会悲伤的躺下死去啊。但我们可以想象人被遗弃的感觉，
这种特殊的画面，让我联想到被遗弃的感觉、孤独的感觉、背叛的感觉，以及因失去失望而产生的悲伤。那么，同时也象征着分离，象征着童年纯真的丧失，象征着放弃幼年的信念，及父母会永远在我们身边，他们会抱着我们，拯救我们。我不得不说，在战争开始时，我也在等待有人来拯救我们一个强大而善良的人。当我意识到没有人会来拯救我的时候，我离开了乌克兰，后来我回来了，但情况已经不同了。当一个人的灵魂终究幸存下来时，他会遭受巨大的痛苦，就像来自毕舍伯罗的狗克里姆一样。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2022年9月28日、9月29日夜晚，一枚俄罗斯导弹击中了毕舍伯罗的一座居民楼，全家人遇难，母亲、祖母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这个全家都遇难了。救援人只找到了一只叫 Cream 的狗，它在废墟上嚎叫着，不愿离开。它是唯一幸存下来的狗，正在伤心的哭泣。对于我和其他许多人来说，这只狗成了悲伤和失去的象征。救援人员发现这只狗患有心力衰竭，接受了治疗，但是还是死于悲伤。但希望始终存在，人的灵魂会像后来被命名为凤凰的猫的故事中的小鸟凤凰一样再次升起。这是一只来自基辅地区的阿夫迪夫卡镇的猫，它被摧毁，被烧毁。这只猫受了重伤，全身烧伤，毛发胡须被烧伤，但是由于Penthouse 这个商店工作人员的精心照料，他活了下来，伤口愈合，继续生活。但他永远不会忘记发生的一切，永远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他就像小鸟凤凰一样，在灰烬中站了起来，回到了生活中。虽然被烧伤了，但并没有被打败。所有乌克兰人都知道这种呼唤和回应。在乌克兰全面战争一开始，我们的每次交流都会问一句：“你好吗？”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回答：坚持住。稍后，厨房橱柜的形象出现了，他在波罗的海定居点，轰炸后被摧毁的建筑幸存下来。渐渐的，我们积累了一整套不同的橱柜或被毁建筑的残片，这象征着我们的生活与被摧毁的生活并存。在这些洞的位置上，人们开始制作具有创造性的工艺品或这些当地民间创意，就是修补这些洞，从非常简单的如备忘录、照片、图画或童话和短篇小说，到非常复杂的真正的艺术作品。今天的研讨会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这些作品，人们收集这些故事，讲述他们，并为他们绘制插画。猫公鸡碗厨是这个奥利山德米赫德创作的故事，这是一部关于一个家庭的历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直到今天的战争。猫公鸡他们就像童话中的故事，童话中的人物，但同时又是非常真实的，被救出保存在基辅附近几乎被俄军炮火摧毁的博罗蒂安卡。在这个童话故事中，他们随时准备战斗和发出危险警告，保护着一个家庭的宇宙。祖母扎利，叔叔安德烈，孙女索尼亚，这个家庭在历史的长河中代代相传，最终变得这个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被祖父的双手温暖的挽住，作为节日礼物赠送的公鸡和获救的猫都体现了力量和不可战胜性，保护着这个家庭，带来希望，这是对未来的希望。伤口会愈合，但对罪恶的记忆将永存。未来在我们胜利之后，在许多画作中，死去的动物、儿童的灵魂被涂上了蓝色，象征灵魂的重生。动物象征着人类的本性、情感和敏感性，
因为在战争中人死了，自然依然存在。但凤凰猫经历了烈火的考验后又重新站了起来。公鸡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物，在这个故事中象征着我们内心的声音，提醒我们注意危险，但是它已经很久没有被使用过了，所以它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在这个家庭里他们不喜欢改变。同时公鸡也告诉我，即使在最黑暗的夜晚黑夜也会结束。它象征着水星，水星移动、变化、毁灭、重生。水星是变化的主宰，水星是变化，它不像橱柜那样挂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我们既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将被彻底摧毁，又试图确保一切至少有些东西保持原样，既需要改变又需要稳定，我们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了平衡，这是一个可怕而真实的转变过程，我们每个人现在都在经历这个过程。再来说说女巫。首先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当我邀请大家发送悲伤过程相关的图片时，我收到了很多关于女巫的歌曲、视频、绘画、故事。女巫说什么，你就会做什么。与薇莲娜，我的导师马丁·斯卡拉的会面，让我明白了她与悲伤过程之间的联系，无论是如何转化为全能力量和无情的。因为女巫实际上失去了很多，她有时甚至失去了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她不再害怕任何事情。每个女巫都有自己的故事，通常都与失去有关，最后的失去是信仰的失去，首先是对正义的信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想象，现在每个乌克兰妇女身上都时不时的存在或唤醒着这样一个女巫，或者说整个乌克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女巫。而一旦我们变成了女巫，就很难在她身上认出保护自己的人。我们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变成巫婆的一个例子，是德穆提尔的故事。当时呢哈迪斯绑架了他的女儿，这个宙斯也背叛了他。德穆提尔被这种双重背叛激怒了。九天来，伟大的女神德穆提尔穿着深色的衣服，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想。她在大地上漫游，流着眼泪。她退缩了，不再向外界奉献爱和温暖。世界陷入了萧条，是地球上的生命停滞不前，土地变得贫瘠，饥荒肆虐大地。德穆提尔就这样徘徊了很久，没有人能够安慰他。最后德穆提尔化妆成一个老妇人，来到了艾琉西斯城。首先他想用火包裹国王的儿子德穆芬，让他长生不老，但王后看到了，不允许德穆提尔对他的儿子这样做。王后只是个凡人，因此火的变化对她来说无法忍受，因为人类无法忍受通过火战进行的变身，通过火焰让国王的儿子长生不老，这本来就是一种不人道的策略。这也是德穆提尔教导苏塞斯的另一个儿子特里普托斯摩斯耕种土壤，这样他给了我们复兴的希望。德穆提尔是一个原型人物，王后是如此有人性，以至于对他来说宇宙意义上的火的转变是无法忍受的，但象征意义上的转变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新跟新的方式。这里本来是应该有一种象征性的解释，但是我现在不容易不用解释，这听起来像是在说教，但现在没必要说教。当你身处真正的危险之中，你就很难进行象征性的解释了。女神为我们提供了两种自我更新或自我保护的方式。第一种是通过获得永生来重获新生。我们经常听到英雄不会死的说法，他们确实会死，很多人已经死了，人们这样回答。第二种是通过复兴获得新生，这里出现了
道德说教，所以我暂时不做回答。也许这里应该有一些关于爱的东西，关于永远不会死去的东西，关于一棵想看看世界并变得有用的小众树的东西。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在座各位为我们的胜利所做的贡献。我感谢乌克兰武装部队使我能够在这里生活和发言。Birena，接下来您接过话筒。那么这个猫，它经历了许多的痛苦，也能够从某种程度上面来提示我们，我们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悲伤。那么我们的记忆当中有许多会提醒我们的过往。当我们失去对我们生活当中具有特殊价值的人或者资产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悲伤。然后与这种悲伤的感觉相关的是恐惧、愤怒、内疚等感觉。那允许和体验这种感觉呢，会让我们进入到一个哀悼的过程。即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 Olga 跟我们分享了用故事和这个神话这个童话的和这图片这些来跟我们分享了如何来应对这些痛苦，如何面对过去的一些痛苦的记忆。然后给我们重新获取生活当中的稳定性，并且展望未来。那么，对于我们痛失的亲人，我们的哀悼的过程，是一个自我。事实上，这个哀悼的过程是一个自我。我的这种超越的一个过程，那么当我们爱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需要在失去他们之后克服巨大的一种失落感。然后会面临一个身份的危机，开始在这种重大的转变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你开始找不到自己我是谁了。由于死亡夺走了你所爱的人，就是在没有你爱的人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就感觉非常的悲伤，无法再认识自己了，无法再认清自己，而且在这种痛苦和困难的、哀伤的、悲伤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去真正的寻回自己的身份，这样才能够继续的前行。也就是在我们的灵魂当中重新的这个。从这种悲伤、痛失当中摆脱出来，我想要先来谈一谈联系。那人和人是需要相互联系的。那么当我们失去这种联系的时候，我们会感到痛苦。那悲痛
其实是显示了我们有非常强大的一个社交的需要。根据精神学家的分析呢，我们人类是需要在这种悲伤、哀伤的哀悼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过程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于我们的处理这种就是应对这种困难是非常重要的。整个哀伤的过程是一个自我照顾的一个过程。有一些文章当中指出，我们其实在娘胎里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跟母亲建立起了这种关联，而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就是与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你会一再的去关怀身边的人，跟身边的人建立起不断的联系，但是我们会不断的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当我们感觉无助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找到一个身边可以信任的人，我们觉得这个人能够帮助我们，即便这个人事实上只是在那里倾听分享我们的问题或者痛苦，生活就会变得好一些。当我们回到找到那个生活当中的创新的能力，我们的焦虑感就会减少。所以这就是身边要有这样的一个人，能够让在我们在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去获取这样的支持和帮助。但问题是，通常呢，这个去世的人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建立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具有纽带关系的这么一个人，一个独特的关系的这么一个对象。所以在这种特殊的人，当他你失去他的时候，你就没有了这样的帮助了。那么这就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一点，当我们与这些在哀悼当中的人在爱到过程当中的人，我们要考虑到他们失去的人是不是他们建立起强烈关联的紧密关联的这些人。那么我们的象征意义，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关联当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关系当中的自我。我们是在跟这个人建立起了一种紧密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可以，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关系找到自我，能够去超越的这种关系，脱离，从这种关系当中脱离出来，能够就进行自我重组。那么所有的要体验到关系当中的自我，即便它是跟你自我是不同的，我们是关系当中的一体，而关系中的自我是不断的改变的。 Martin Huber 曾经说过，我觉得最重要的他说的话就是，关系当中的自我只能够通过你，就是关系当中的你来实现自我，通过关系当中的你来认识自我。所有的对自我的认识是通过这样的关系跟你之间的相处相识才能够认识到自己，
所以他想要说的是，我们跟他人建立起来的这个关系，那真正的目的事实上是在这个关系当中认识，建立起与灵魂的一个关系。那这当然是比较哲学的一个解释，接下来我将会从心理学的角度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么这种关系就是人和人在关系当中所建立起来的这种情感的关联。我说到的这个关联是你身体和情感的双重的关系。你的身体，你的可以感受到的情感，有的时候你无法辨别它的区别，但是情感和感受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固然会有的。通过这样的感受，我们能够认识自我。他能这种情感能够刺激，个人的发展，情感的发展。你可以告诉对方，他存在，对方是非常重要的，让对方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他是非常重要的。那这种关系是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比如说，两个人共同的抚养孩子，共同的应对生活当中的各个问题，共同创造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我个人无法独立完成的，我们对未来的计划和利益，我们的记忆，共同的记忆。所以总结来说，这种两者的关系，是我们必须要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的。我们有两种不同层次的关系，我觉得这两个关系是两种关系是相互重叠的，一个是每日的这种生活，但是在底层还有更深层的一层关系。有时候这种关系，这种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你可以感受到的，这就是爱。那么他能够感受到的，他在不久以前，在以前曾经写到过，他说这种关系可能会由于痛失对方而并进行转变。把他就是因为对方已经不在了，所以你能够从关系当中脱离出来，找到自己，变成自己和这段关系之间的这种联系。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创新能力，就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在痛失对方之后，你会觉得没有共同的记忆了，以后再也不可能有两个人的共同的未来了。也许更重要的一点是，你觉得你的个性不可能在这一段爱的关系，或者是互相责备的这层关系当中得到发展和实现。你失去了自我，因为失去了自尊，因为很多情况下自尊是来自于你的伴侣能够看到你，肯定你。那么从心理的这个角度来说，这种认可是非常需要的，非常重要的。那失去一个人，也就是说关系当中的自我
无法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在就必须是通过一个想象去完善这种关系，你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受害者，或者你会记得我们曾经在一起共度的日子，但现在不可能再继续了。我们必须要看到自我在这个哀悼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重组自己，就是要从这种关系当中自我抽离出来，成为真正的自我。那么真正的自我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那些在陷入到这种抑郁当中的人来说非常的重要。他们必须要找到自我，要重视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感受、自己应对情感，来管理这种情感的能力，我自己的自主的能力，我做主，我的梦想等等。所以我想要说一说这个哀悼的过程，它是具有一定的模式的。我说它有一种信念的这种模式，我相信一个人可以塑造自己的一种哀悼的模式。在这个模式当中呢，在这个哀悼的过程当中，即便他说我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进行哀悼，有些人可能也说这个他不愿意接受这个痛失对方的这个事实，他可能是处于一个否定或者是拒绝承认事实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当中。但是当你看到对方的尸体的时候，可以把人带回到现实当中来，那么这是哀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你看到死尸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让你从这种幻想当中苏醒过来。即便是现在许多年之后，可能有人还想说，也许我的丈夫在另外一个世界，可能还在这个世界当中，我只是找不到他了。那很多人可能就是有这样的幻想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能够亲眼的看到死尸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这当然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很难面对的一点。那事实上我们在哀悼的整个仪式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然它当中是有很多的情感纠结的一个过程。那这个仪式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它不仅是一个个人的情感，它是对每一个人来说都相关的。这种追悼仪式在全世界各地都是哀悼过程的一个缩影吧，可以说它的每一步都像是哀悼的一个过程，就从头到尾整一个过程。那么你哀悼的话，你会先去到一个地方，你可能会听到音乐，你遇到那些痛哭的人们，
那些可能被当时的这个同样的一个环境感动的人们，然后呢，有人可能会来介绍这个逝者他过去的生活，然后大家一起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来缅怀这个人逝去的人，然后我们之后就会从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慢慢抽离出来，共同的来分享这种感受，因为你知道当时身边有很多其他的人会跟你一起来分享这样的哀伤，所以在德国和瑞士在这样的仪式之后呢，我们会一起去用餐，这就是象征着我们结束了这个哀伤，我们开始重新的面对生活，我们能够一起来享用美食和饮料。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就是情感，可能刚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情感的一个混乱阶段吧，很多人可能很难处理好。那么这种情感的混乱阶段其实是能量非常低的这样一个阶段哈。那么这种混乱阶段当中呢，你会感受到悲伤、悲哀、愤怒、焦虑、感觉失去爱，感觉自己很内疚啊，甚至还有更多更多的情况。那这种情感的混乱呢，必须是要被忍受啊，慢慢的去忍受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种情感的混乱呢，它即便是突如其来的，如果你在这样的一个情感阶段的话，你必须要面对它。你就是要去包容这样的感觉，只要你去面对它，最终才会消失，才会就是熬过去这样的一个阶段。你可以诉说，你可以表达出来，那当然有时候是很难找到一个能够倾诉的对象的，但是你可以画画，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表达出来。那么你也可以也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你可以去工作，有时候你可以遗忘自己失去了爱人。这就是生活的智慧所在。因为这个情感的混乱阶段是非常难面对的，所以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比如说我们会觉得坐立不安，无法入眠，非常焦虑等等。那么这些感受会在几个星期之后消失。我们的经历是它不会一直存在下去，它是会消失的，在一段时间之后。那么也许其他的一些情感在相关的这个领域的研究发现，这种积极的情感，就是在你失去某人之后会产生，会也会有一些积极的情感，那这个研究发现呢，所有的
这种情感，当你就是觉得无法去承受各种各样的情感的时候，比如说你受到身边的人对你的善待，或者是你感到你觉得一个就是你在一个很伟大的这个事物或者人面前，觉得自己很渺小的时候，你要就是激发出一些积极的情感，培养出一些自己的兴趣。如果你失去了你的兴趣的话，因为你失去了家人或者爱人，你失去了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话，你就很难就从中走出来，从这个悲痛当中走出来。所以你要去继续的追逐你的兴趣爱好，要坚持你所爱的。那么这个哀伤的过程本身就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这样的话，你就更需要寻找一些积极的情感和情绪。然后下一个阶段就是你寻求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你就在寻求，你在发现和分离啊，这样的阶段。那么很多。在这个阶段呢，你的悲，你的情感是在通过你的幻想实现的。可能人家会告诉你说，他的伴侣已经去世了，但是他其实还在，他跟这个人的关系可能比这个人活着的时候更好了。那他能够感到这个人还在身边，这。他就觉得其实这样生活更好了，但是这个感觉不会持久的，因为这个现实很可能是非常的残忍的。因为你可能也是需要生活当中真正的亲密感和身体上面的这种满足，所以。你把这个关系给美好化，就是通过自己的想象，这样的感受是不可能持久的。你可能要跟记忆当中深处的那个他建立这样的关系。那你可能更多的是要关注一下你真实生活当中存在的人们，你身边的人们。而不是一直就是在自己内心去维系这样的一个关系，去寻求这样的一些情感。那我们关系当中的最重要的，并不是你个人想象出来或者把它完美的这样完美化的这样的关系。当我们寻找到在这种共同的自我，就是在这种叙述当中找到共同的自我。我们可能在谈论过去的一些体验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人们说啊，我喜欢。跟我的丈夫一起去市场，比如说，你可以就是跟别人谈论这个死者，你可以叙述，死者，这个叙述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叙述把过去变成现在。当我们在回忆过去的时候，这都是我们的一些感受。啊，我们这样的关系，通常都是通过想象来实现。有一个女性告诉我，她说我和我的丈夫啊，都喜欢去远足，到山上去远足，然后她可以爬得好高好高，
然后当时雾非常的重，突然雾变得非常的重，然后我感到非常的惊慌失措。我说："哎，这个情况下太危险了，怎么办呀？"我丈夫告诉我说："好，保持冷静，坐下来，坐在这个石头上面，我就在这儿，我们会相互给对方温度，不会有事的，所有的这些雾气都会消散的。"那么他告诉我说："我们就坐在那儿。"甚至我感到了一丝温馨。其实我的丈夫当时说的是对的，没多久雾气就驱散了，然后我们能够看视觉就更加的清晰了，我们感觉到自己安全了。所以他说："这就是我学到的。"我们人都会情不自禁的，感到紧张。那是当时我丈夫说："啊，坐下来，保持冷静。"他说："没有雾气会持久，会延续太久不是每件事情总是会永久持续下去的，总是会有新的情况，新的一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种讲话。也许我们可以用这种讲话来帮助别人，帮助自己。他们因为信息不包含情绪。而这种旁白式的讲话，它会给我们注入情感。那么，然后你就可以找到，哎，你与自己与这个去世的逝者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不需要，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自己的。他说，当我开始紧张。我听到我的丈夫，现在我自己可以做。我甚至跟我的孙辈们说，不要慌张。这一路，自己的生命的这个潜力。所以，这个逝者呢，可以找到平静；悲哀者也能感觉到感恩。我想讲讲逝者，梦中出现逝者。梦中出现逝者，在整个这个哀伤这个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使得人们能够内部消化自己与他的这个与逝者的这个关系，使得这个悲伤者呢，你不能跟一个正在哀悼的人说："这个很简单，这不简单。这是梦见逝者，首先是安慰性的，能告诉自己我失去了我深爱的。"这个人，他在我的梦中，甚至会告诉我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然后这个哀悼流程被卡住的时候，他们能够使这个哀悼过程呢，能够再继续。我有一个例子，一个56岁的男性，他失去了。深爱的，好像是说的女儿啊，那句没听清楚。那是，在1年半以后，他来治疗。我
觉得他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啊，也开始产生怀疑。然后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呢，是我在什么世界末日啊，这个大船正要沉下去，然后在这个栏杆上，这个女儿在那边向我招手，看上去很高兴，说："别忘记了，你是已婚人士。"她然后醒过来，她看到太太在躺在边上，她忽然一下感到非常惭愧，因为她忽视了她的太太。因为自己的这个伤悲伤，这个梦是一个现实的梦，是没世界末日，这是最典型的这个西方的这种象征啊，在葡萄牙就是这样，当这个逝者去世，他们会被送到海洋，这个一艘巨轮，然后这个女儿很开心的告诉他没关系，我感觉挺好的。然后他告诉他，他现在，就你不需要再为我担心。你应该为你自己的生命而担忧，这就是很有意思的啊。这个梦想，这个梦啊，也进入了哀悼的这个过程中，它使得我们能够，使得这个我们跟这个逝者的这个之间的关系更深化，这种新的关系是，随着时间推移，会慢慢发生变化。通常，我们的逝者，我们与自己的内心的这个形象是不可分离的。你们通过这种关系的发展，在不断的发展，我们可以这个向其他的人寻求帮助。你们可以看到，这种关系的这种转变，失去亲人的情感可以被接受。我记得一位女性大概50岁，她的最好朋友在车祸中去世，她实在无法面对这种伤痛。在最治疗的最初，好像是第三次的时候，她说："我真的非常伤心，没有人问我，是她的丈夫死了。"说没人问我是不是能接受这个现实？我的丈夫去世了。然后他就说到："这是不是命运？"这种失去、损失是真实的，你必须要接受。他说："我知道，我必须要接受。"但是呢，我不能接受。2年以后，他说，他对我说："你记得，我当时我跟你说，没有人问我同不同意，我的丈夫可以离开我。"我记得，你通常总是会微笑，但又不想微笑。现在我学会了，
命运并没有在问我一个问题，它就是命运，它是一个挑战。你如果接受这个挑战，那么这就是命运。这个时刻，他接受了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有些人，他们必须知道这个伤痛，他们要，就是他们想保留住这个痛苦。如果不留住的话，就对不起这个逝者。那么，如果这个伤痛还在，你必须要了解这个痛。如果你很享受生活，你能又开始享受这个春天，然后我就又感到惭愧，我应该感到可怜才对呀，不对的。这种我们与逝者的新的关系是可以建立的。你当然要对你的逝去的这个爱人忠诚，但是也要对生命忠诚。不仅仅这种悲伤治疗就要能够辅导人们。我遇到有些人，他们可能会，他们有会遇到很多挑战，他们会有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来重新调整自我，这是很难的。这种，对，这种，对，这种，这很感人的事情啊，等等，我们会遇到很多新的方面。其实不是说时间能治愈，而是在这些时间里边，生活中方方面面会触动到你，然后生命也在不断的演变。当然，这种失去亲人会与生活不断的越来越就是交织在一起。有些人会觉得挺难，就是为逝者哀悼的。这种哀悼流程有很多人都体验到，但也有一些就是很复杂的这种伤痛哀悼的这种过程。有一些美国的一些论文也讲到，比方说一个忽然的这个突发性的死亡，比如说车祸啊、自杀，或者对，这或者病死啊等等，这个哀悼这个过程啊，因为你就根本没有准备好，你知道哀悼应该是怎么样的，你甚至会在你的那么这种感到被抛弃，这种孤独啊，这种感觉，那么这些哀悼流程复杂的这些人，他们没办法，比方说他们有这种抑郁的这种结构，他们有可能特别依赖于对方，并没有细细的关注自己的需求。那么很多很
困难的生活事件又在不断的发生，还有一个呢，就是，资源难以获得，这也是一个挑战。这个资源可能是金钱，也可能是内部资源，比方说与好的感觉的这种联系。当我们讲到这种复杂的哀悼，我们一般会讲到抑郁。抑郁结构或者依赖结构的人，它不仅仅就是一个抑郁，抑郁与很多的其他的就是这个症状相关联。我给你们一个例子啊，比方说就是感受到有一个男的，他大概40岁左右，肺癌去世，在最后几个星期，他不断的在咳嗽，然后在他的儿子发现，对他的父亲无视，很亲近，他觉得很难，就是这个哀悼过程很难。在这个他父亲的这个葬礼上，他感冒了，他不断的咳嗽，咳嗽了几个星期，然后也去看了医生，也做了想办法检查，跟做诊断，然后他跟他的家庭医生也聊了。然后家庭医生说，你看这可能是哀悼问题，他说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并不那么伤心，我的父亲去世了。然后这个家庭医生说，这是一个经典的，就是你的父亲的这种死前的这种症状啊，转到你的头上，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 mummification， 就是说什么都改变不了。有一位50岁的女性，她的母亲去世了，她
我知道我们是要守护我们的外祖父。那么在第一个情况下面，我们认识到，我们找到了这个能够跟这个死去的人相关的一个物体。然后这个寡妇呢，她说，她说，我就跟她有一次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就跟她说啊，有时候人们他们会保留一些能够提醒他们这个逝者的东西，那这是非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然后她看着我，然后接下来，他就没有再继续跟我这个会面了，他把我们的会议给取消了。然后我就告诉他，如果你不能来的话，你不能来我这儿，我可以去你那儿。我觉得我可能做错了什么，我是不是已经伤害了对方，伤害了这个患者？我们必须要澄清一下，我们必须要讨论一下。后来他说你不用来，最后他自己来了，带了一个枕头，他给我看。这个跟他的这个死者相关联的一个物件就是这个枕头。他说这个枕头就是我丈夫死去的时候用的这个枕头，自他去世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这个洗过这个枕头。这就是能够联系他们两个的物体。如果我想要跟他接近他，我就可以抱住这个枕头。如果我对他生气，我就把他丢到一边。那么我问他，什么时候你会对他生气啊？他说，当他说我不能跟我的邻居出去散步啊，那个时候我就生气。你看到这个枕头啊，事实上就是代表了跟她丈夫之间的联系，代表了她的丈夫。那么所有的这些在悲痛当中的人，在哀悼过程当中的人，他们都会把这个去世的人尽可能的保持他们还活着这样的一种感觉，好，这样他们的生活就没办法再进一步了，好像他们的生活被冻结起来了，停滞住了。我跟大家最后分享一下，我觉得在这个悲痛当中的人嘛，是需要其他人的倾听和关心，不要别人告诉他们你应该怎么做，只是在那里静静地接受他们，接受他们所要爆发出来的情绪，有可能是愤怒。他们需要的是治疗。那这些需要治疗的人，他们的情绪是非常的强烈的。想象一下情感混乱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抑郁过程当中的人，他一直是处在情感很低落的一个情况下，觉得他们犯错了。他们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愤怒，他们会充满了愤怒，对上帝，对命运，对敌人当然也是充满了愤怒。而这个真正抑郁的人，他们的愤怒你是看不到，但也能够感受得到。他们在悲痛当中的人，他们经常会哭泣，而在抑郁当中的人不一定哭，很少哭。那么这就是他们之间的最大的区别，以及他们对于快乐的感受也是非常不同的。悲痛他是能够感受到各种各样的快乐，甚至还有兴趣，但是抑郁当中的人是感受不到快乐的。另外一个区别就是对于兴趣的表现，
悲痛的人呢，他可能是对于梦非常感兴趣的，他有各种各样的梦，有感觉寒冷的梦，啊，对于这些梦都是非常的感兴趣的。但是，抑郁的人对梦不感兴趣。那么在身体的接触方面呢，悲痛过程当中的人，他是希望人来接触他们的，碰触他们的。你也给可以给他们安慰的触摸，但是抑郁的人他们不希望有这样的任何的接触，所以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区别。那么哀痛当中的人呢，他是经历一个自然的过程，他们不需要治疗，他们需要的是关心他们的人，是。就比如说，帮他们做一顿饭啊，跟他们陪他们走一段走一走啊，或跟他们一起来谈论一下这个去世的人啊，需要这些热心的人的陪伴。而真正的在，所以他们是经历的一个自然的那个疗愈的过程。但是抑郁的人，他的问题就更深一层了，就需要治疗。非常感谢您的倾听。啊，请你把话筒打开。现在我可以开始了吗？好的。那好吧。Olga，您刚才所讲的这个主题，意义非常的大。您之前说到了这个。这是一段历程，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历程来寻找到自我，啊，我们需要爱。这可能就是你跟Verena 想要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同事的，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漫长的旅程。是的，你想要我重复一下？啊，当然，我们可以说谈论一下爱。我觉得更多的是关怀吧。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跟人分享我们的悲伤，我们会更多的相互的关怀。我们必须通过相互的关怀。互相的支持，那么对有些人来说，爱是自然而然、油然而生的，不是我能够去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决定爱的出现或者给予。那么在一起相互的关怀、相互的帮助，在深切的痛苦当中和失去当中，这才是最重要的。能够帮助到我们的。Verena，你有什么要补充的？我觉得我已经讨论了这一点，我们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吧。我们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看谁先提出来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可以在 chat 里面提出您的问题。可以用乌克兰语，如果你想用乌克兰语提问的话，你就在打在那个 chat 这个区域，或者你也可以举手来提问。Claire，哦，您需要把话筒打开。Neil，你可不可以把他的话筒打开？哦，你话筒没有打开，现在可以了。哦，现在可以说话了。
好像还不行，他话筒还没有打开呢。Claire，你可不可以自己打开话筒？我们刚刚可以听到你，哎，声音又没了，还是不行。看来我们可能时间比较有限哈，那我们是不是先请Maxim 代替我们的一位乌克兰语讲者？这个提问，在陪同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关键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标志着你的开始恢复了，开始治愈了。那么，对于这个去世的这个人呢，有一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去世的人，他正好正值年轻、健康，还充满着各种能量的时候，所以这个悲痛的过程，确实是能够呈现出有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就是标志性的那么一个时间点。那比如说我在文章当中所写到的一些梦境，比如说死者出现的这些梦境，你可以在梦境当中看到这个逝去的人可能还是处在一个非常痛苦的情况当中，然后之后逐渐的恢复，变得越来越好了。然后你可能觉得这个逝者，那这事实上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过程，这只是一个理智，就是符合逻辑的一个过程。他在慢慢的离开，他在慢慢的，更最开始的时候，你是一直在。拒绝承认这个失去，然后我们都会梦到这个死者。我有一个非我深爱的祖父，在我7岁的时候去世了。在我的梦里面，他一直是50多岁的样子，是非常健康的，身强力壮的这么一个形象。所以对我来说，这就是我内心深处他的形象。那么，在经历了所有的这些痛苦、悲痛之后，还是这样的一个形象。非常感谢，感谢每一位。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就是提问阶段只能停在这里了哈，只能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我们的精彩的发言，感谢我们的讲者。非常感谢，Verena 和 Ograf 你们精彩的讲话，也感谢 Ofondo 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智慧和疗愈，也非常感谢大家这个幕后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好，我终于可以看到我自己的头像了。Ograf 非常的，我们刚刚知道你的这个披巾啊被飞蛾给咬破了哈，那么我们希望，我们对于我们所有的乌克兰的同事来说，他也这些洞也象征着，就是我们这些乌克兰的同事和乌克兰同事的这个希望的一个空缺哈，缺失也是乌克兰未来的一个缺失。我们希望我们的乌克兰的未来没有子弹孔，没有流离失所的孔。所以我们想要向你赠送一个温斯顿丘吉尔乡村住所小店里面购买的一个
围巾啊，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寄给您哈，但是如果有办法的话请让我知道。那么下一个我们的网络会议将会在11月21日举行，Reynolds Papadopoulos 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治疗师，他对于应对集体严重逆境方面非常有经验，所以他将会给我们演讲。那除此以外我们还有拉萨科塞，还有 Karen Fleischer 也会给我们讲话，他是来自于阿根廷的。那么当我们知道怎么样才能够疗愈的时候，我们有了这些这个知识和机制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好的疗愈。那么非常感谢我们 WUJ 团队，尤其是 Claire Moncher 和 Joseph Cox。那么我们相信要感谢的人太多了，也感谢 Neil McLean 和我们非常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口译员们，尤其是那些乌克兰的口译员。还有我们接下来呢，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这个月的活动就到此结束了。那么对于乌克兰和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的同事们，希望大家我们能够保持安全，我们会为你们祈祷，为你们的家人和你们的社群祈祷。那接下来几分钟我们会有请 Neil 给我们播放 The Single 的为乌克兰祈祷歌曲。那最后我们会有，在这之前呢，我们会有请Nofando 给我们关闭神圣的空间。感谢 Catherine， 我感谢所有的祖先今天就是保佑我们的这个神圣空间的这个祖先们，不管我们接下来会身处何地，希望他们的积极的精神能够继续的拥抱我们，来点亮我们的空间，给我们快乐，现在到永远。不好意思，我有一个需要补充的，非常感谢你的方呢。David 今天要跟大家号召一下，在结束之前，谢谢 Catherine。农峰的刚才就是邀请了我们一起来探索这种灵魂的所属，灵魂的归属。更深的一层的，让我们了解到我们共同的归属。我们的在非洲有一个词叫做 Ubuntu， 就是因为我们才有我。那这在南非呢，这个概念已经进入，它是因为开普敦大主教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 Tutu， 他在真相和和解委员会当中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哈，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就是大家一起来参与到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来表达 Ubuntu， 来分享你们的资源，在经济上面啊，这个知识上面，情感和精神上面。我们现在支持的是47个受益者，一共他们正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这个经济困难，那么我们分析精神学家，韩慧呢，现在正募捐了7058英镑。给 WUJ， 那么也就是每一个受益者能够获得150英镑啊。那么我们希望在圣诞节之前呢，能够募集更多的资金，能够进一步的帮助他们。如果大家有意捐献的话，请在11月23日星期四之前募捐。我们在屏幕当中以及和 Iris 的网站上会分享这个捐献的链接。非常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一贯以来的慷慨解囊和支持，希望大家能够传递这个讯息，也就是因为我们才有我。非常感谢 David， 现在有请 Neil 给我们播放为乌克兰祈祷。Bye, everyone.